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决胜时刻：无尽战争》。这次有看到，你想跑去哪？ There he is. 追踪者可以丢，去吧，帮我！帮我锁定敌人也好。是44岁，二度失业，还没结婚，小孩没小孩，没破处的失败大叔看，应该不止吧？再不行就用盾牌慢慢推，好啊、哦。马刀哦，什么马刀哦？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哇！明明就是好朋友，为什么要打我？嗯，他跑去哪了？我怎么用远距模式进到这么近的地方？哦，还好，我的小飞机救了我。千鸟没有看银魂吗？没有啊，长谷川是马刀哦，我不晓得，我完全没有看过银魂。手榴弹，哎呦，我又没电了，来插个电，不然等一下要断电了。右边，去找工作面试被刷掉，回家途中在火车站月台等车时，不小心给了18岁的女高中生筋肉强打那个长谷川啊，完全不知道是谁。回来咯，欢迎回来。有需要每个转角都这样子搞我吗？真是的。我觉得我玩完这个说不定会对全自动武器有一点点免疫。根本就强迫我一定要会用的啊！对好，盾牌有侦查效果，没有？为什么之前有啊？转角遇到爱。这个人就已经要变那个了吧，恐怖游戏了吧。破片。呼！居然直接送一发。
吃。麦当劳欢乐颂，我是还蛮喜欢半自动，我是只会用半自动，全自动武器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困难。我就算用全自动，我也是一发一发按。他们是来送外卖的，我没有叫啊，我没有叫外卖啊，怎么啦？这怎么打？这一上来就死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被丢回来了，放久一点。有没有这么瞎的打法？去吧！还蛮好用的，这样搞一个盾牌推着走。这年头外卖都要搏命，要说你不对好像也不能说不对，因为千鸟一开枪就只有子弹没了才会停下来，才没有嘞。没叫我队友叫，我队友在哪啊？我队友谁那么雷，给我叫这种外卖？先丢手榴弹问候一下。嗯，刺客大师传家盾牌，这个好用。Hello， 砰砰砰！等等，我觉得上面又要有敌人了。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哎、欸，哦，我怎么可能打出你？哎呦！哦 ！Is the man from Earth dying for a lost cause? Your iron shield burns.不，我们的枪没了。This is true courage. 失败，没有能阻止。没有，有敌人在门外，就他一个，我居然打输他。真的，全身装备还打输，搞什么？哇！悲剧啊！总司令死掉。
失去动力。弹射。当舰。Bravo team is on the deck. 4-1 exiting the AO. Yeah. Let's get to the bridge before they recover. 1-1 in. Let's cut the comms, sir. Let's see.我觉得这个枪不是同一把吗？怎么变那么不稳？老人撑不住了，晚安咯。老实讲，这款嘟嘟嘟剧情很雷，是吗？我觉得还行哎。我没有，不要杀他。好了，快换成近战模式。可是那个敌人呢？找不到敌人就死了。好吧，用刚刚那一招好了。好像有一点没有重力，是不是？这敌人也未免太多了吧？哇，护盾不能用了，能量用光光。没能量，最后都是不死光头不感人的塞入式洋葱剧情，别告诉我啊！我等护盾。Run! Behind those
死，那个姿势也太奇葩了吧！哦，大只的。喜欢的话，拜托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